嚯、哦，这么大花篓！大伙儿说这是烫头的是吧？哦，这给于老师的啊、哦，还是我的？嗯。这是要憋着剃头呢。嗯。告诉我，是大连的朋友送来了樱桃是吧？好、哦，谢谢啊。哎呦，这孩子也来了！哎呀，空手来的。嗯。啊、嗨。这台上怎么这么多的白粉呢？谁知刚才他们谁撒的？嗯，这准是有一级演员捣乱。你说你有意思吗？多好玩啊！给人孙越叫上来，后台很开心。嗯，因为这个时候可以在后台洗个澡了。嗯，一会儿你们看人就瘦了，都洗下去了是吧？今天是纪念我师父侯先生侯耀文先生的专场。在后台聊天说到侯先生的时候，大伙儿都非常的感慨。哎，啊，尤其是前两天和师傅宽先生，嗯，一聊这事儿、嗯，老头眼圈都红了。怀念，人生得意知己不容易。是，说句良心话，有人说了，我朋友多，嗯，30个50个都是我的朋友。哦，您可记住了，交朋友长住了眼。哦，啊，如果说交几个酒肉朋友，嗯、宁可没有，不可取。吃饭喝酒有他，嗯、有事儿扭头就走，不帮忙，这朋友别交。嗯。是不是？我觉得人一辈子有俩朋友就够了。这俩朋友是什么朋友？好比说，一个张三，一个李四，就足够了。哦、怎么就够了呢？张三可以借钱给你。那李四呢？张三敢要账，让李四打他。哎，您什么人性啊？这是？你照我说的这办就行，就可以，就可以啊。啊，足够。对我来说，有您一个人，我就知足。啊，自己打自己，我。有您一个人啊，说句良心话，盯得上千军万马。哎呦，您夸奖，能跟于谦老师合作是我的荣幸，过奖。43岁了，对了，43岁，嗯，往回倒43年前，嗯，您的出生是中国相声界的一件大事。您这个严重了，真的。43年前那一年，嗯，天气不好，哦，天下大旱，没水，也没有水，没有粮食，粮仓就都没有了。哦。仓也空，井也空啊，仓井空了、啊嗯，这就绕的人吗？您这不是？43年前啊，他父母并不知道，当天晚上就要降生一个可爱的孩子。哦，还不知道呢啊！老太太当天，哎呀，啊，肚子胀、嗯，没有食欲，没有想吃东西想法，吃不下饭。父亲还问呢啊，夫人吃点什么呀？是啊，老太太摇摇头，嗯。唐僧到哪儿了？妖精啊！要吃唐僧肉，这是不是？有唐僧肉也吃不下去。您倒说清楚了啊！肚子难受啊！到了半夜，嗯，12点，那叫子时。哦，老太太一较劲，嗯，苦叉，生了，拉了，这是。这不是生了，哎、这说那么恶心。哭叉哭叉的，咱没生过。啊，哎，弹簧弹出来的，生一大胖小子，就生孩子了。满月的时候抱出来，凡是看过的都挑大拇哥。怎么呢？天庭饱满，地个方圆，面相好，此子日后了不起。哎，不至于。看面相，这个人汗脚。哎，这怎么看出来的？这是？对不起，不会说，反正看面相了，脚着了不起。啊，这嗨。觉着了不起，随着您的成长，果然您是这份的、哎、啊，也不能这么。在这个后台来说，这是最有文化的人，还有文化，好看书，喜欢学世界名著、古典文学，嗯，哪一本都能倒背如流，哈，也不至于，真的啊，有会儿功夫看书，嗯，坐在后台拿着，那倒是，咱一瞧罢了，人家看着书高了，爱学，钢铁是祖母练成的，哎，我看书都说外地话啊，钢铁是祖母练成的，还是。我知道祖母练成的，哎，对，我看的是药匣子那本，啊、不是，啊，那叫什么来着？是怎样练成的？怎样练成的？对，这是俄国书，哎嗨，俄国的，俄国的哈，嗯，国内的古典文学那就更不在话下了，啊，倒是都看过，《三国演义》啊，《水浒传》是，《西游记》嗯，《西厢记》啊，《西毒记》哎啊，我看着要进去，这是不是？是，反正古典文学名著看了很多啊，倒是有几本啊。一看书是他得一大桌子啊，桌子小了看不了书，摆不下。正当中放这本书，好、哦，旁边放本字典啊，字典边上本工具书，
怎样查字典？哎，这我就别看了，这就我连字典都不会查，我费多大劲呢？看本书，忙活死了，不过他忙活。哎，行不？不容易。哎呀，不容易，废寝忘食，那错不了啊！在后台脑子比我们都超前。哎，我叨腾的啊！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夸过于老师脑子时尚。哦，真的啊！第一个开微博的是他。啊，这倒我早啊！第一个用微信的是他。是，我都纳闷，微信他坐那儿，啊这，微信干嘛呀？这个微信，你看我给你嫂子发一个啊。老婆，我很想你。我媳妇儿发过去。嗯，我干嘛呀？你等着，一会儿他就回过来了。是啊，给你拿着看。演示。拿过来一看啊，嗯，我都傻了。怎么呢？上面有行字儿，写的是对方正在偷人。啊，不是，这回复的太细致了吧？师哥，这个怎么啊？什么呀？对方正在输入。呵。哎，我也纳闷儿，我在这儿了，他怎么会反映出那个话来呢？得去，您这太想法太邪恶了，您这看眼神不好，看差了，偷人输入很相似，我去，差远了，这个吓我一跳，我说太神奇了啊，太神奇，反正我说这意思，跟后台这方面他这个啊，我倒喜欢这玩意儿，玩那魔兽世界。这游戏什么侯震呐、啊、郭麒麟啊，要郭麒麟玩这个有情可原，这个岁数、啊、他也跟着他带着，哦，他叫什么团体副本，我也不懂那玩意儿，哦，有吗？是这么说吧、啊？就一大帮人一块打是吧？啊，打联网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嗯、啊，玩的还连喊带叫，是这边来这边，哦，郭麒麟跟家净这半夜喊这，哦，就他教的，那、啊、他跟我学，我在跟前儿，我说你干嘛呢？嗯、啊，注册、啊、玩游戏，对，联网注册还得编一名字，不是说我叫于谦就写上了，那可不是吗？说你叫什么呀？啊。昨儿想半天，嗯，我在后台辈儿可不小，那是，可不辈儿不小呗，啊，我徒弟们管他都得叫大爷，我比他大一点嘛，你看所有徒弟好几十人、百十来人见面都叫于大爷，对，对，我的注册名叫，你大爷的，哎，这就要骂街，注册成功，啊，赶等登录的时候可乐之极，怎么呢？欢迎回来，你大爷的，哎，哎，就别客气了。尤其玩的时候啊，打那耳麦里听对面喊、啊、你大爷的快点，哎呵，哎，我这一天得挨多少骂呀，乐此不疲呀、啊、我还爱听啊，特别开心，哦，在后台专有台电脑跟着玩、啊、我说你这不疯呗，别给我玩玩，好玩啊，这去年夏天我印象特别深，四脖子汗流、嗯、是跟后台光着膀子穿小裤衩跟着还玩呢，我电脑都不走了，干嘛？电脑都热得动不了了。哦，他也有主意。嗯，主机盖打开了。嗯，来点冰块倒进去。哎啊，降温是这么降吗？我乐了啊！这电脑是张大民他妈牌的，这是。哎，这好嘛，净吃冰了。吃冰块，反正在我们后台这是个高人。哎，就喜欢这些东西。哎呀，想一出是一出啊！啊，玩完电脑把毛笔抄起来写字儿。哦，还书法练字。哎呀，后台谁要去了？于老师签个字吧。啊，写毛笔。那是。哎，写自个儿名字。显示。我还有俄罗斯血统是怎么的？我这名写那么长，写这个啊，有时候在后台，哟，您干嘛？写兵法呢？我写兵法呢？你瞧多大能？呵，谦儿哥，别、啊，请叫我孙子。哎，哎，你受了吗？你瞧我这一辈儿一名，这挨多大骂这玩意儿？这儿喊着、嗯、孙子，啊、他这哎，你在听电脑里面，你大爷快点。我都不知道我站哪辈儿上了，我觉得你这个心态其实非常好啊。那要不早死了，真的，这个心态就是天真童趣啊！我不往心里去，真的。嗯、你看他呀，皱个眉头想事儿没有啊？不干这，老是高高兴兴，该吃吃该喝喝。那当然，这个生活的状态值得我们向您学习，找乐嘛，是不是啊？身体非常好，是，而且特别有规律啊。是什么时候睡觉？到点准躺下。那是该喝水了，嗯，该吃饭了，对，该吃水果蔬菜，一点都不耽误，绝对按时。早晨7点钟，嗯，准时排便，
这个也是要规律。列位，这个对身体最重要了。当然，便秘什么对身体都不好。哎，早晨7点，于老师准时排便，定点儿。9点准时醒。啊，我拉床上了，合着。啊，我这都不能自理了，合着。常年这样。哎嗨，对，还好几年了，这挺好，而且好呢，热心肠。我都这样，我还怎么热心肠？谁找帮忙都去。哎呦，我还好这个。那是谁叫有事一叫于老师帮忙，准去。那是啊，你有朋友开饭馆，短一配菜的，于老师帮忙来，去了。我有这。当，给人切菜。是。哎，缠着好些个药布回来了。啊，对。把手切了。谁就是遇上给喂狗来吧，去喂狗去。哦，给狗弄吃的。那是，反正你只要求到他，没有反驳的时候。好帮忙，是不是？他旁边挨着不远，他们家那边有一体育场。哦，朋友在那儿，他见天去玩去，打羽毛球啊，是跟你一块锻炼呢，喜欢运动，什么都爱干。嗯，那天还说这有比赛，叫我来帮忙来。我比赛我能帮什么？你看，真叫他了啊！检查兴奋剂，我还有这个手艺。你看看啊，运动员啊。吃那药啊，吃的东西要有兴奋剂啊，这不合规律，不允许。对啊，所以必须要检查尿液中有没有兴奋剂。对，这叫尿检。这谁查呀？啊，求到于老师。哦，于大夫，您受累吧。你叫他尊称。你看，自个儿买身白大褂去了。哎，自己买白大褂。来白大褂，来白帽子。啊，来听诊器。啊，都自备。去了。体育场单有一间屋子，检查兴奋剂，专门给我预备。自个儿喊于大夫到，自个儿喊啊，请。哦，还有工作人员，于老师来这边来，掐个前门进来，进门一大桌子，那是，一杯一杯的都摆好了。哦，我该检查。于大夫，嗯，请吧。嗯，好的。这大夫的尊严，哎。你先等会儿，这个运动员发烧了，这不必检查了。哎，这是规矩，大户人家的规矩啊。哎，呵，嗯，身体很健康，白喝了吗？这不是。嚯，反上来了。嗯，这不糟践身体。注意控制血糖，遇上甜口的了。哎，一饮而尽。提醒他注意个人卫生。哎，这就别过来检查来了。这个结石，嚯，什么运动员呢？这是，实在喝不下去了。啊，这就太兴奋了。这个这嚯，这有药这个。这得吃多少兴奋剂呀？谢谢于大夫啊。旁边那屋还有啊。嚯，来了，进这屋啊。这屋也大案子啊，换大杯的了。这么大杯？于大夫，请。我还来，哦，这个我太敬业了吧，有点儿。哎呀，这什么项目？嗯，赛马那马。哎嚯，我全管啊，是怎么着？你看这，好人，好人。我这味觉太灵敏了，我就靠这个。那是啊，这个人缘能赐得了吗？啊，马缘也赐不了。那赐不了。要不您是我们这一级演员呢？这没听说过啊。说实在的啊，那个有人找的，嗯，从来没有人提到过钱的事儿。哦，还不给钱？不管什么事一提钱，当时就急。我不好这个，不缺钱。是真的，说相声这行里边最有钱的就是于谦。嗨，就您的身份。最次也得是宾利撞死。哎，撞死我还挑一车。比如你一上街啊，啊，来个夏利，咣，撞死了，给你怼飞了啊，烫，撞出去了，贴在电杆子上了吧？嚯，打电杆上下来，啪，还摔一下，也得强挣扎站起来。干嘛呀？在风里边等宾利。呵，哎呀，我这一下没死直，
所以说啊，啊，能跟您一起合作是我的荣幸。您太客气，我的荣幸。您客气了啊。啊啊！我一直老说台上咱哥俩合作，其实台下咱们也应该干点什么。咱们俩能干点什么？沾沾您的福气呀、啊！而且最主要的来说，您会的太多了。啊，就您客气。真的，咱俩干点买卖，你介意吗？咱俩干买卖？就是啊。不是咱俩，你看你乐，不是您有钱吗？反正也别恨大，咱们先干一小的小买卖。咱俩先来一个干个快捷酒店。快捷酒店可挺费钱。他们说不就挺挣钱，说这行挣钱是挣钱，尤其二月份那天天都满着的。嗯，那也不能就干一二月份啊，咱们。你看做买卖细水长流嘛，对吗？啊，找一合适的位置，把大堂装得干干净净、漂亮亮的啊，弄两间客房，你一间我一间，就完了，就给咱俩服务的，多方便啊！方便管什么呀？这不行是吧？干点别的买卖，干别的恨大了、啊、也不像话。你说开饭店干别的，也不是特别挣钱。不是你挣钱这玩意儿剑走偏锋，怎么叫剑走偏？得挣邪财，你知道吗？邪财，你譬如说，嗯，上西安。偷俩兵马俑出来，是吧？兵马俑扛出去一卖，这就是钱。那是钱，那有人看着，您不知道？让他看着去呗。他看他的，咱偷咱的，这不耽误。咱这还拦着人家不让看着，你那叫抢，抢是犯罪，懂吗？哎呀呀，你喝尿喝多了，是吗？不讲理了，这个有点。不是，你看我给说含糊了，你这玩意儿，咱俩谁喝尿喝多了？不是，人看着就是看着，不让你拿，知道吗？哦，现在不让偷了，一直也没让偷过呀。哦，对，偷俩走，晚上还点数呢，多新鲜呀、啊，人有数啊。晚上还带着姑拿着电棒哈啊，47号到，哟，48号到，嚯，49。啊，49，听着是个女的，这49、50，这俩不在了啊，短天没法交代。是，哦，你说的就有道理。人看着数数，短俩啊。你爸爸现在闲着了吗？你要干嘛呀？给你跟你爸爸呼哧迷搁那儿站着啊，到时候我卖了钱，我再接你来。您卖了钱，您再接我来。对呀、啊，您要卖不了钱呢，那人家不吃亏啊。是他不吃亏，我明儿俩就死那儿了，知道吗？呼着你得等你多少日子呀、啊？哦，那算了呗，那这咱能干就干，不能干拉倒。这压根儿就不是想法，这个。其实我好多想法啊，我一直想干个游乐场。游乐场。对，咱俩把北京五环所有出口拿砖都砌上，放上水，咱来激流勇进，怎么样？哎，这大买卖呀、啊！啊，这一圈好吧？好什么呀？好。五环整个都砌上激流勇进，你自己想想这成立吗？嗯，也是啊，还是的，要都砌上再放上水啊，就没法查大车了。哎嗨，哎，您想的太细致了，您这个。那，你先说你打算出多少钱吧。他妈，我打算出多少钱？你有多少钱？我没有钱。没有钱，您这个。大方干什么买卖、啊？没钱，我钱都是我媳妇拿走了。你媳妇拿钱？你能拿多少钱？你借给我。我还借给你？你借给我，你到时候我发了财，我再借给你。就这点钱不够咱俩倒腾的了。哎，看见了吗？你有钱咱就干，没有钱就算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交朋友交俩人，一张三，一李四。张三能借钱，李四打张三。哎，幸亏您还不认识李四。看见了吗？啊、现在张三李四，一个人。哎，对我都占了。不要紧的，怎么了？敢跟你说这个话就有把握。您有钱？那当然了。怎么？老话说得好啊，春困秋乏夏打盹，睡不醒的冬仨月。这不挨着您说的这个啊？是吗？这跟这有什么关系？不要紧的啊，我有五件宝贝。哦，拿出来一卖，当时就看见钱，就这么值钱？那当然了。那您可以说说您？你猜的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有这么猜的吗？这？您得说呀，谁家没点好东西？有压箱子底儿的。谁家？当然我们家没箱子啊。啊，嗨，没说箱。但是我有宝贝。什么呀？这五样东西哪样拿出来，啊、当时就是钱。挨个说一说。拿啊！第一宗宝贝。什么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、啊？嗯，那会儿还没有你呢。那么早？元朝末年。那是没我。
元朝能有我吗？那会儿也没我，多新鲜！但有这东西了。是啊，元朝末年，嗯，元顺帝至正天子，荒淫无道，普天之下刀兵四起，狼烟滚滚，大丞相坨坨为防天下苍生造反，定下十条绝后计，恩开五举，要把英雄们一网打尽。吴科长中出了一位了不起的人才，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开平王常遇春、哦、这位爷马踏公院墙，戳枪破炮，摔斗跳台，扯天子半斧龙袍，揪袍裸带，九破太师，背砸怀王，单绑力托千斤闸，摔死金头王，撞死银头王，牵着头头王，鞭打铁头王，27尊连营一马踏为了灰烬。吴科长里边、嗯、这宝贝第一次现身，了不得了，落在了朱元璋的手里了。哦，到后来朱元璋揭竿起义，推倒大元，建立大明，留下祖训，这个宝贝要代代相传、哦、传到了末帝四宗朱由检、嗯、也就是崇祯皇帝、哦、崇祯帝有道无福，在位18年，汉九年，涝九年、哎、只逼得大西王张献忠闯王李自成揭竿而起、哦、起义大军直抵京华、嗯、大太监曹化淳开张一门献降，张一门就是广安门、哦，闯王进了京，崇祯帝擂鼓创钟，文官不见，武将不朝，万般无奈，身边只剩下秉笔太监王承恩、嗯、君臣二人跌跌撞撞来至在景山之上，景山就是煤山呢、啊、是崇祯帝刻破中指，写下血书、嗯、小玉离床，进城之后我朝中文武刀刀斩尽，个个杀绝，休要惊动我那百姓、嗯、写罢之后披发显足，自缢于凉亭之上、哎、王承恩也吊死在歪脖树上、嗯、闯王进京，李国珍棋盘街坠马，铜棍打死吴兵部刘宗敏，霸占陈圆圆，消息传来山海关气坏了吴三桂、哦、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是焉能不报、啊、下沈阳请清兵，十四王多尔衮带兵入关，江山一鼎，改国号为大清。呵，渊源太大。李自成战死湖北九宫山、嗯、顺治登基，甲子年8月，清皇库发现了这宗宝贝、哎、当时顺治皇爷大吃一惊、啊、提起笔来在五朝门外写了四句话、嗯、悔恨当初一念差，黄袍换却紫袈裟，朕、嗯、本西方一纳子，因何落入帝王家、哎、笔摔在地上飘然而去，五台山出家、嗯、从此后大清朝无人敢提此事、哦、一直到了咸丰7年，此宝落在了李王爷的手中。是那时节是李王爷全朝、嗯、我的曾祖在李王府当差，李王爷爱惜我曾祖，老成练达，忠实可靠，一次酒后就把这东西赏给我曾祖了。哎呦，你说怎么办啊？王爷赏了有心要吧，嗯，这是倾国倾城的东西，有心不要又怕王爷生气，赶紧谢过王驾千岁，把这东西拿回了家，可是没敢摆。怎么？这是皇上家的东西，咱家能摆吗？是是，是指望后辈儿孙吃这个就吃不清啊。嗯，到后来御史言官知道了，在皇上驾前起奏一本，说我们家私藏宝贝灭门之罪，龙颜大怒，派官兵到我们家来搜，合着到了我们家，直接着把这东西就起出来了，哦、把我曾祖拿到了大理寺是严刑拷打、嗯。后来多亏了李王府的人，才把他保出来，就。为了这件宝贝哟、哦、什么宝贝呀、啊、一个耳挖勺。哎嗨，说这么热闹就一耳挖勺啊，这是个宝贝，这不值钱。不光是耳挖勺，还有啊，上面还有耳屎呢。这嗨，那更不怎么样了。不值钱吗？不值钱。这是送你的啊，这不要钱哦。第二宗宝贝就了不得了。那您再说，想当初我有一位二曾祖，哦，聪慧异常，是双手能写梅花篆字、哦、7岁入得翰林院，身为一任编修、哦、那一日正在抄书馆中奋笔疾书，忽听得内廷总管口传一旨、嗯、说淑妃娘娘有请、哦、闻听此言大吃一惊、嗯、说别人还则罢了，淑妃娘娘可了不得。怎么？想当初西域有一磕了国，欠我大清3年共享，万般无奈进来美貌女子希拉玛雅伊斯拉巴汗。什么名字这是？皇上一见此女大吃一惊，好意思凉水浇头，怀里抱着晕，要唱杜十娘，封为了淑妃，在宫中是权势熏天、啊、今日里无故选召，所谓何来，急忙忙整官束带来在了内廷、啊、但则见碧沉沉，琉璃造镜，明晃晃，宝顶装成楼台殿阁，雕梁画栋，好一派人间仙境美。跪在门前口尊微臣再次叩旨，耳听个娘娘一声娇呼，说的是你咋才来呢？嗨，哪儿人呢？这是珠帘卷起，金钩高挂。嗯嗯，来自里边。娘娘说：“哀家昨晚偶得一梦，写了一首诗，请你指点一下。”哦，接过来一瞧，上面写的字儿，写的撇撇如刀，点点似桃。哦，一首小诗，写的
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。嗯，我要用心把你留下来。好嘛，留下来。哎，这还重复呢。抬头观看，娘娘柳眉带笑，凤眼含春，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的风流，我觉得心猿意马。那一年娘娘19岁，二曾祖也不过才21、2、87，嚯，差太远了。正在一马心猿之际，有人喊了一声圣驾到。哟，这可坏了，皇上，古人云有主的干粮不能碰啊。谁说的？这是急忙忙站起身来往外就走，无意中发现地上有宝物一宗，这是捡起来揣在怀中，越墙而出，辞官不做，实指望后辈儿孙吃这宝贝就吃不清啊。这什么宝贝？一个鞋垫儿。哎，这嗨，谁丢着一鞋垫儿呀？这可不是普通的鞋垫儿，那是你要感冒发烧吃完就好。哎啊，吃鞋垫治感冒啊？这值钱不值钱？一分不值。你听着，第三样还有三样。第三样可了不得了，他是想当初有一位三曾祖，哦，还是曾祖还真不少，做过官，哦，做过一任九江道，不为给道光爷上寿，在九江官窑硬烧出了一二五彩，掉了地上当当乱响，摔不碎的好瓷艺，是最值钱，上面有道光皇帝的墨宝，这行。更多选择，更多欢笑，就在麦当劳。哎嗨。道光写这玩意儿干嘛呀？值钱不值钱？根本就不是。这不值钱，听第四样。您再说说。第四样是个纸盒子。纸盒，关键它上面有咒语，这个东西就值了钱了。哎，这个是。世界有五大洲：亚西亚洲、欧罗巴洲、南北美的加州、澳大利亚州、亚非利亚州。是是。英国、美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挪威，这是欧西各国，到处都有这个宝贝。哦、关键值钱就这行咒语，它写的是有了肯德基，生活好滋味。哎嗨。纯粹跟娘娘打架呢，这是这好不好？这个不怎么样，这些东西全是送的，最值钱是我们家第五件宝贝。那您好好说说。庚子年，嗯，1900年，又早了。义和团反清灭洋，嗯，在北京东城西总部胡同打死了德国钦差叫克林德，嗯，怒恼了八国联军，攻破了北京城，皇上就跑了，西太后也跑了，嗯，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全都跑了。哟，八国人进了北京，你站南我站北，他站东他站西，把北京城就给分了。哎呀，那时节我们家住在前门外前门大街，属于德国占领地界。啊，德国首相叫瓦德西，对对，带着兵搜查义和团，嗯，我们家也不那么多仇人，报过德国人说我们家私藏义和团。哎，瓦德西就来了，带着这些个兵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枪口上了大刺刀，到了我们家，这屋搜那屋找，这屋瞧那屋看，啊，找来找去找了东跨院这间北屋啊，就是放宝贝的这个屋子。怎么办？打开门，这屋里边，嗵，这是光芒四射。哎呦！当时嗷，吓死6个德国人，太厉害了。瓦德西抱着脑袋哭着就走了。啊啊！打这起也不查街了，也不搜义和团了。哎呦！一直等到各国公使联合签字的时候，唯有德国不签字。那时节，大清朝全权代表是李鸿章、李中堂。嗯，一瞧德国不签字，可就慌了。啊！瓦德西将军，为什么不签字？是难道说有什么条件没有提出来吗？啊！瓦德西连连摆手，哎，非是我国不愿合约，只接应在你国前门外前门大街有一家住户，他家有一件木器，无故放光，吓死我国士兵，若有此物得意制，绝不合约。内务大臣慌忙跪倒，口禀中堂，嗯，释放在瓦德西将军所言确有其事，在我国前门外前门大街有家住户，他家有一件宝贝，只因年深日久，受了日精月华，并非无故放光。哼，瓦德西一听怎么着，是宝贝，非要二次参观不可，还去。大伙儿都来了，来着我们家一眼瞧见这宝物了，啊，瓦德西抱在怀里边是痛哭流涕啊，非要带回国给他们国王看看不可。哼，各国公使联合签字才让他把东西带走，哦，多少年都没送回来。李鸿章到死的时候都惦记这件宝贝，是还写了这么几句话啊：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时方知一死难，300年来商国部，8000里外吊明残，啊，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，海外尘坟犹未息，可叹宝物未回还。哦，到后来多方交涉，一直把东西请回来，存在我们家藏了这么多年。2007年，这一经问世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。什么呀？藏秘排油！哎，这去你的吧！哟，嚯，可了不得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！哎，我就活门口撒麦花的。这段叫卖武器，说句良心话，轻易的不爱说这个，岁数越来越大了，谁不愿意轻声啊？太累，说个于老师喝尿就得了。哎嗨，啊，也不能老说这个啊。但是呢，你见天说这个也没意思啊。您留神啊，就拿自个儿，这上面带着什么了？这不是那个啊，没事啊。哟，啊，这抹粉这块在那边。嗯，这个好家伙，这
要卖武器。嗯啊，原来十来年前总说这个，但这段说相声都不爱说。第一，它温，嗯，没这么多包袱，包袱少。第二来说呢，五段贯口，汤汤汤，谁费这个劲呢？太吃功夫，轻轻松松的说个十分二十分，怎么也不是活着去了，是吧？对。但是我们愿意多叨叨叨叨这些个节目呢，让大伙儿都听听，展示一下，啊、告诉我们相声还有这些节目。嗯，现在开始呢，就可以正式的说一点于老师家里的事儿了。合着刚才不是正式的，还。哎，这个因为大伙儿太了解于老师了啊，就是每场演出如果不提点于家的事儿，总觉得意犹未尽。哎、啊，也就是您普及这个，其实我也是爱说这个啊，因为说别人家的事不好玩。哎，我们家好玩。感谢于氏家族为中国相声界提供这么多的素材。哎，感谢朋友们啊，嗯，送了这么多的礼物，是花啊，这个给于老师的菊花，这是嗯，真是无以为报。要不你躺这儿啊。我这躺鲜花丛中了，我这谢谢。嗯，以后千万别花钱，是真的。这个如果非要送小礼物的话，就送给于老师就好，就给我。别，因为于老师喜欢这类小玩意儿。什么小玩意儿？是就反正啊，对，谁要是愿意送点电器之类的，他是最开心。不要大件的啊，啊，小件送一冰箱、冰柜，他也不稀罕。哦，小玩意儿，手电筒，嗯，剃须刀。啊，就这类东西他喜欢小电器，因为他这个人特别的时尚啊。在我们后台来说，你看第一个玩微信的是他啊。别接着说了，您说一遍得了，我怕他们忘了啊。记着呢，第一个用苹果手机的也是于老师。哎，这也早，那会儿我们还都不懂这个了。于老师看这个，嗯，什么呀？对 iPhone、嗯、不认识，花开了、嗯、啊，就一件通讯录啊。哼，这视频，对，这音频有这设置，你这飞行模式，哎，这最高级。嗯、我疯子，我是，我这么试飞行模式，摔得稀碎稀碎，那还不摔碎了？拿个塑料袋都装好了，都烂了。我去修理了，再见。哎，我还美呢，到那儿了呗？那个，看看我这个。嗯。哎呦，于老师啊，我认识了。嗯、啊。什么呀？哎，都不认识了。苹果手机。嗯，我试飞行模式来了。哎，别跟人说这个。哦，嗯，啊、特别成功吧？嗨、哎哎，一瞧就成功了。您这个都看不出，我以为是墨粉呢。至于不至于？请我们经理跟您说什么？找头吧。经理出来了，嗯，二十来岁一姑娘，女孩，要多好看有多好看。是啊，没有这么漂亮的了。嗯、哦，美艳无双。呵啊，哟，于老师也认识。哟，太喜欢您了。嗯，我是您的粉丝。好，什么事啊？嗯，这递过来了。什么呀？嗯，我试飞行模式来，别跟人说这个，丢人不丢人的？哦，太成功了。嗯，那个这样吧，那个您这摔的也太碎了，我们鉴定一下、嗯，如果是我们的产品，我们管。好，都看不出来了。明儿下午四点您再来吧，再瞧瞧。转天下午四点，于、嗯、老师就来了、哦，女孩等着他呢。嗯，拿着手机、嗯，您那个外壳实在是弄不上了，摔碎了，给您换了一新的。哦，然后那个里边还能使啊。啊，您先用着吧。是，如果说要是有问题的话，您再找我来。先凑合。这一递过去，于老师一接，觉得不对劲。怎么了？手机底下有一张纸条。哟啊，姑娘的眼睛好像会说话。嗯嗯，嘿，于老师这儿、嗯，哎，至于吗？我傻小子是怎么着？不是，就能分出俩人来吧？啊，那太表情太夸张了。啊、分俩人啊？嗯嗯嗯。哦嚯，这分得太清楚了。想给弄得好一点啊？行了。外边看去，哎、哦，跑出来找一旮旯啊，手机揣好了，把这纸条打开了，写的什么呀？我非常喜欢您，于老师。哦，这是我的手机号码，您方便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吧。啊、我要干嘛呀？来了，哎，那姑娘来了，傻了，那是。当时顺脖子汗流啊，哎、心噔噔跳，没经历过、啊、这是我们后台的正人君子，那是真的啊！啊，从来跟女孩说话脸都红，不好意思。人生中第一场艳遇，是，这是真正的正人君子，那是儿子都不是他的。那哎，没听说过，是啊，当然了，他后来认下了啊，一直就是啊，嗯，哎呀，可是这个事儿一想，闭上眼琢磨，哎呦，这姑娘太漂亮了，好看，人不三俗枉少年啊，是有这句话吗？说去找一个酒店开房，哟，真要开房？何处去了？啊，找一快捷酒店。哎、找一个五星级的快捷酒店。
你到等会儿吧，还五星级快捷酒店。这快捷酒店的名字叫五星级，这太缺德了，这名字喝出去了，我于谦今天喝出去，真干这事儿，噔噔噔噔噔迈步进去，哦，奔大堂，嗯，把身份证摔在柜台上，开房，干嘛嚷啊？我要跟女粉丝睡觉。哎，让你喝，这不至于的，别拦着我。这谁拦着你了？知道吗？啊。我于谦啊，是我就完了。知名相声演员就别提了。我师父师父宽说这干嘛？中国铁路文工团国家一级相声演员，他的电话是138。再等会儿，我丢人非丢云似的，是怎么的？开房，开房，开房，要最贵的啊，最贵的，越贵越不嫌贵，就开最好的。前台这姑娘都傻了啊，多少钱？48。哎嗨，我也没上什么好地方去。他急了啊！真是还有便宜的吗？嗨，我不去好不好？便宜的还有没？没有没有，就是都是48，这就可以了。掏出50块钱扔这儿，找钱！这别丢人了，50块钱找2块钱，找钱，找钱啊！啊，这行了，揣好了啊！拿着钥匙啊，拿着拖鞋啊，拿着脸盆哟，拿着暖壶，走，这自备呀，这东西。我这干嘛受罪来了？我你看这房号，地下三层，啊、好嘛，我住地印子里了，下来了，啊，太黑，蜘蛛网，哎呦呵，有日子没人来了，这房子是我的，看出来，放下盆，啊，暖壶、拖鞋、马扎，哎，全带着呢，开这锁，我还这么开呢，哎呦，扑啦啦，扑啦啦，扑啦啦，这是蝙蝠，嚯！我进了鬼屋了，是怎么？有人吗？屋子没人。拿脸盆啊，拿暖壶，拿拖鞋。哎，好，进来，全吧，把门关好。好、哦，插上插销。嗯，放下盆，放下壶，放拖鞋。也太细致了。坐在这儿。嗯。哎。嗯。掏手机。哦。给女孩发短信。告诉她呀。我是于谦。嗯。我非常喜欢你。是。我现在在五星级快捷酒店地下三层。哎呀。拐角那就是我的房间，哎，请你马上来，哎，一摁发出去，哎，群发，嗯啊，这错误也犯呐！我的天哪！啊，我这给谁发了我？那哪有准儿、啊？这谁会收着？没谱。谁会给我？哎呦，回来了，谁呀、啊？对门邻居大姐，她说什么？老公在家，明天行吗？嗨，谁约她了？又回来了。这个呢？家里的保姆，她说讨厌，才想起我来。这都不挨着，又回来了。这个，你表嫂，他说什么？马上就到。哎，嚯，急性子，又回来了。这谁呀、啊？说相声的岳云鹏，他说什么呀？于大爷，我喜欢你好多年了。哎，去你的！这个，嘿，有行家啊！啊，于老师拍的，哦，好。这有恨我的，有恨于老师的啊。嗯，这个天也不早了，人也不少了啊。嗯，要是有累的或者住着远的呢，各位就可以陆续的，愿意回家就回家。可不是，反正你们走了之后呢，我们会说点更好的。哎嗨，这是让走不让走啊？这个很正常。嗯，许人家来就许人家走，是这不能拦着是吧、嗯？因为门口我们有保安都盯着呢。哎哇。谁走都拍下来，让发微博。好家伙！我这刚说完，那就站起一个来啊！回来，上洗手间啊！啊，这全知道。希望你圆满成功。废话，谁撒尿不得圆满成功啊？这方面您是行家，您喝过。哎，这个玩笑说相声就是理儿不歪，笑不来。可不是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在我们这行业里边，于老师这份儿的又好，真的真的啊，不是我捧您啊、嗯，玩笑说玩笑，嗯、跟您一块儿长知识、长能耐。您又客气了，全说的是真的，是啊、嗯，在我们这行业里面来说啊，嗯、综合素质这份儿，哦，综合素质好，呵，钢琴也行，好，弹钢琴啊，小提琴，啊也行，好，小提琴，哎呀，啊，我这打长白山上下来的我。伐木头的动作，这是这个挠小提琴挠得可好了，挠小提琴那叫什么？拉小提琴。说相声哪有能拉小提琴的呀？啊，只有人家我行，拉的是真好啊，真的有史以来拉的最好的。我听这词儿怎么那么别扭啊？
什么叫有史以来拉的最好？你给大伙说说，你是不是有史以来拉的最好的？我这也看头天吃什么。哎，咱就不能说点高尚的话？废话，你这往沟里带我吗？这我说的是拉琴，我说也是拉琴。嗯，我还以为拉琴呢。嘿，早说拉琴多好，感情拉琴呢，贫不贫呢？这你是一贱人，拉琴拉得好，有史以来拉得最好的，是真好。我特别有一个由衷的建议，什么呀？你要好好活着。哦，那谢谢您。真的，哥俩合作这么些年了，嗯，你说有一天你真走了马路上，咣叽扔那儿了，嗯，压到车打你身上啊，那我还得起来等宾利啊。但是我也很担心，怎么？万一你要在宾利的专卖店门口怎么办呢？嚯，我非死那儿不可。就是啊，但是我说归说，其实我承认，嗯，你肯定能比我活的岁数长远。哎，您可不能真的 啊！他太爱惜自己了。是，一个礼拜有三天体检。我这是勤点了吧？这个隔一天一去，老去。你要说一年来两回，有情可原哈。那是啊，他一礼拜一三五准去。哦，全面检查，老 CT 啊 ，X 光，反正能查的全查一遍，全去，全查一遍。你这个不容易啊。那坚持下来也真不容易，大夫也都认识他。那是老去吗？都认识他，下个胃镜，下个肠镜。嚯，难受着，那是，我不是哪位，您查过啊？嗯，查下胃镜下肠镜不舒服，嗯，但他没事儿，我习惯了，每次去都特别开心啊。大夫，啊，嗯，哎，大夫，哎，我干嘛那么天真呢？我，检查就检查吧。大夫也高兴啊，嗯，于老师又来了啊，都认识我，准备，准备肠镜吗？啊，准备就把裤子给脱了。对，于老师特别，嗯。也不是有什么可美的，嗯，全还全脱，我穿多少层啊？我全脱了，脱啊脱，内裤，啊，我还晾在这儿。你大夫，这别倒，晾什么相啊？跟着。去，他到了，还是的，有一小床啊，侧身躺着，做肠镜嘛。旁边这儿有一个电视似的，是胶皮管子接下来，哦，接在这头上，哦，进入身体内部，嗯，通过这个显示器看你肠道里边长没长什么东西啊，是，比如有个什么小瘤子啊，有个息肉，当时就能做手术，哎，很简单，啊，来摁着，摁着，护士摁着，哦，于老师，哎，别摁着，别摁，不用，哦，大夫啊，嗯。流氓啊，这大夫，手还真重，是往里边顺这管子，得看啊，看着电视，好，非常好啊，您别说，您是真在意自己，那当然，其实您大可不必每天这么查，哦，您看您这个肠，嗯嗯，怎么了？怎么看见舌头了？哎哎呦呦，哎呀！这大夫手太重了吧？这个再使点劲，看见窗户外头了。您这，哎呀，非常好，还好呢。然后听啊，来啊，给他转过来，调过来，干嘛？那床能推哦，转过来，张嘴，干嘛？还是这个？再来一胃镜啊？做反了，您这个，哎，啊，哇，好干净哎！哎，好，我这给消毒来了。好了，没事，起来吧。这起来了，谢谢大夫。哎哈，捅着嗓子了，吃咸了这是。嗯，没听说过，这屋那屋那屋化验，嗯，上那屋化验，开单子，嗯，这谁都看个病是啊，验个尿，验个大小便是吧？啊，对。哦，于老，来，拿走，拿走。写的字太草了，哟，把验尿给写坏了。写成什么了？验屁。这也太粗心了。于老跟门口愣了。我琢磨什么呢？眼皮，嗯，可能是检查上呼吸道。没听说过，你怎么琢磨的？这是怎么查是他的事儿啊？问题是我怎么递给他呀？这话也对呀。回家干嘛？跟媳妇儿商量商量。跟他商量干嘛？行，你回来了。嗯，回来了。查完了吗？没有。啊，没完了。大夫让眼皮。还介绍呢，让他验呢。
没有，多新鲜呢！等会儿吧，啊，媳妇儿聪明啊啊，厨房大铁锅坐在火上，哦，炒黄豆，黄豆五斤黄豆，五斤，炒完了吃啊，真听话，嘎嘎嘎，嚯，吃完了，吃完之后喝凉水，什么主意？这都是大碗的凉水，吨吨吨吨吨，五斤炒黄豆啊，配上凉水，嗯，列位，您都是有科学知识的人。您就说吧，都起了化学作用了啊！半个钟头，媳妇儿出来了，嗯，有了吗？有的是。哎，这嗨，这有什么可骄傲的呀？这来个瞧瞧，没听说过，拿不出来，可不是吗？我都不敢站起来啊！我估计站起来，我能跑到院里去。好家伙，改窜天猴了，我这后坐力太大，至于不至于？估计我一起来得跟小火轮似的。好嘛，媳妇说这怎么办？得想着给大夫送去。怎么送啊？想起来家里头有气球，这干嘛？过年玩的气球。怎么用啊？气球那头装上一个小主管儿，哦，找那个通的那个啊，中空装好了。媳妇来这个吧。啊，这怎么？于谦啊。跟那大夫一学校毕业的是怎么？走你！嗯，哎，我媳妇儿也会这个。哎，给给于老一使劲，你看这气球，哦，哎呦，嚯，哎呀，砰！哈，现在就爆了，这屋都看不见人了。好家伙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至于吗？哎呦，我媳妇儿吓坏了啊！快去请如来佛祖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四十分钟啊，尘埃落定，哪儿那么些土啊？两口子对脸坐着，脸都黑了，那是熏的呀。于谦摸过一根牙签来啊，别剔牙了，崩嘴里去了都。你这屁都塞牙？哎，这没听说过，哪是屁呀？ 啊， 啊，勾点芡就是屎啊！哎呵，您这玩意儿太恶心了，知道吗？这不像话，找大夫去，可不是得问问他。两口子找大夫，啊，你看看你写的什么玩意儿。哎呦，对不起，于老师，写的太草了，还是验尿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您是我们这常客，您别恨我们。嗯，拿一小塑料碗出来了，哦，白色的塑料这么高，哎，这就对，出来了。嗯，到了厕所门口，媳妇说：“去吧。”啊，不行，怎么？我得先来大的。哦，这黄豆下来了，哦，我这消化也太快了。媳妇说：“那去吧。”啊，碗小点了，也是，这哪装得下五斤黄豆？就这个不成比例啊！就别说了。一回头啊，厕所里有那纸篓，纸篓。于老，我来这个吧，换容器，拿纸篓进卫生间啊。媳妇在门口等着，就听里边叮当，噔当个令，当个令当。哎，我拉出一副板来，嗯，二十分钟出来了啊，端出来了，呵，杠尖儿，杠尖儿。哎呀，什么都说呀！您出来了啊！医院里还有别人呢。那是啊。呼，哦哦，哎，这好，都闪身。他也很尴尬啊！怎么的了？就是怎么的了啊！你们问问去。怎么？我是有史以来拉的最好的。哎，是。后来啊，啊，哎，行了行了，您这还上下本的。我可爱说于老师这类故事啊，真的就说这个我能说十来天啊，对，我受得了受不了。我一定找机会把这些都给您录了一块儿啊。您机会挺多的。嗯，其实有人说这都是真的吗？啊，列位您真行。啊，真能是假的吗？啊，全是真的，合着半天全是真的。你说哪个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哪有真的呀。嗨，艺术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，那倒是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嗯，啊！刚才好多人喊着于老师唱一个，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，啊，可以，嗯，什么叫可以？这都是你的观众，观众是，啊，啊啊啊！好好，啊，你看看，说你让你唱，哪那么爱听板儿啊？啊，喊了半天让你穿一裤衩啊？谁说的？嗯，于老师一般是犯了重大错误的时候才动板呢。啊，所以这个你
你喊出人是黄了，他也不会答应你的。但是有人喊一无所有，这是老观众，知道于老师一无所有啊。大腰在冬季啊，大约在冬季得说老师我的作品啊，您唱，我会好几首这样的一样一句的歌。那您唱唱啊，你看这很，你看我一说唱，这走俩人，嗯啊，不，圆满成功，会成功的，会成功啊。您唱，我先来，你先来，您呢？我那都不够整段的，就唱几句。先唱一个《大腰在冬季》啊。好。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有意思吗？我还会唱一个那个，嗯，你爷爷我小的时候是这词儿吗？这就在这里，没听说过，应该是我爷爷小的时候，还是我，怨我嘴欠。我还会这个呢，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出沙滩，嗯嗯，唯有椰林缀斜阳啊，这是一片海蓝蓝。什么味儿的？嗯，这样都会，我都会，但是跟于老师没法比啊。人家正经在歌厅做过服务生，哎啊，没干过，他后来不承认了。嗯，嗨，你们点吧，点得出来了，于老师都能唱。好家伙，一无所有，都那么爱听一无所有，你们就不能换个新鲜的吗？什么？加菲猫？这是歌吗？这个哪有这么个歌啊？假行僧。最炫民族风啊啊啊！这个你们难为他了。最炫民族风，我这也纳闷了，怎么这歌一火了以后，这个微博上全是劝我们俩，让我们俩唱最炫民族风的。好，这歌零九年就有，那么早，今年井喷了啊！哎，好，大红大紫，一下火了。嗯 嗯，你会这个吗？我会，你要说不会。也瞎说，但是就会唱。你要会，你就给人家唱。这歌还真是不太熟，我就唱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什么来了？什么什么什么啊？没感觉啊？你来。我这歌真还是宅您会的吧，好吗？咱还是宅我会啊。嗯，什么？啊，一无所有，喊这个去啊！说就是你看这姑娘，我就一无所有。哎，对，这就是穷横，知道吗？他逮着理了，他还啊？好吧，这您的粉丝好，您想全场好几千人，有仨您的粉丝，多值得骄傲！哎嗨，一会儿你带他们仨走啊！哎，走远远的啊！哎，我们一无所有，你们四个一无所有的人，来吧，来一无所有啊！还是。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哦，你何时跟我走，哦，你何时跟我走，就这么几句。谢谢各位施主啊，施主，请继续点歌。没听说过，您该唱了吗？啊，我唱一个啊，太平歌词啊。哎，对，你的粉丝现在投靠我了，你还剩俩人，这回行了，出去一边站一个啊。谢谢吧，嗯，唱一太平歌词也行，嗯，唱一什么呀？咱们双截棍啊。这真是行家，这传统曲目双截棍，哎，还传统曲目。快使用双截棍，哼哼哈咿，什么味儿的？有意思吗？我可爱跟他们逗着玩了。什么？白蛇传？哦，哎，这还有什么？啊，单刀会，好吧。我看啊，还喊救命的，哪有救命的？后边那男的干嘛了？哎，这我去救他吧。啊，也不用。啊，刚才喊《白蛇传》的居多。嗯，什么？
你才是呢。他问我是猴子请来的救兵。好吧，谢谢。你看，也就听相声，你能这样？对呀、啊。交响乐你要这样好，门口树上得绑满了人了。对，不至于那把保安累坏了，得搭出去啊。没这罪过。好，刚才唱的是《太平歌词》。完了，这就。你别提醒。这，待会真听是吗？这个《太平歌词》是相声基本功。嗯。啊，够就行家啊！这说《太平歌词》，他提京剧啊。你的粉丝，我给你们唱一个九里山吧，好吗？哦、新段子，九里山是太平歌词带曲牌的啊、嗯。其实特别累这段，嗯，头里是太平歌词，中间是军乐歌，哦、后面是田派西和上板，嚯、哦，这特别累，尤其这两天感冒啊、嗯嗯，待会儿唱着半截，嗓子有点一痒痒的，一咳嗽，你们就鼓掌，嗯，这样咱们都好看，好不好？嘿，好。真有主意，还真灵。你们老是让我特别的激动，真的啊！人家捧角、捧演员、追星，都找那个高大威猛小帅哥。嗯，你说我这么一个人，你们至于值吗？你们这样做这事的，你瞧你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半天冷月照君门。雕斗无声，夜色魂兵败，盖下穷土恨，霸王项羽困在了山林，楚重瞳醉卧在黄罗帐，身背后闪过来虞美人，一轮明月照在当空，秋风送过一片歌声，凄凉凉好不伤情，青衣恋步走过帐中，立身月下仔细听，大师去恐难成恒，大师去恐难成恒。这玉姬精神慌乱，身体发为丝肝裂胆，面如灰灰帐中只见霸王，一然寒水向前来，连声呼唤，热泪双垂除霸王，猛然间惊醒立窗位，问玉姬你因何如此的伤悲，玉姬说我军已然溃不成队，他们一个个撇刀扔枪弃甲丢盔，看起来父亲们从此难聚会，我这怎么能够身败名裂化成了灰，身欲搬把项羽的宝剑强在手内，冷森森双锋利刃放光辉，咯吱吱自刎咽喉，血溅帐内，楚霸王顿足捶胸，咆哮如雷，面对着心爱的玉姬落下了眼泪，大吼声我定把刘邦挫骨扬灰，楚项羽孤身作战毫无惧畏，你看他整装挂剑，头顶盔甲，宁枪碎掌马舞锥，楚营中之环酒，周兰计步中离位，依然是执迷不悟把项羽跟随，霸王的自己兵不知进退，恰好似风雨咆哮乱花飞，子周萧吹散了霸王八千子敌对，扶将自刎，丧了英魁。好，谢谢啊、谢谢。岁数大了、底气不如小时候了。歇会儿啊，谢谢。哎，这回来，这真歇会儿，歇会儿回家躺会儿去。就这会儿尽量多听啊，这等不了到八十来岁，想这么干就干不了。唱不动啊，唱不动，受不了了。到那会儿坐着唱，哎，来双排的轮椅，你们俩听着没？那会儿是得坐着运高，至于运这么多高啊？谢谢各位啊！刚才有人喊叫小帆，嗯，叫小帆不容易，谁出的主意了、今天咱们是别开生面、请于老师演唱这个啊，这您别鼓掌，这个条件不行，嗓子上不去。咱们这样，咱俩合作
这怎么合作？好吗？毛病不在我这，毛病都在你那儿啊！你起多高，我顺着你那再往上来，咱倒要看看具体有多高。因为这个是《四郎探母》里边的一个嘎调，一见公主到令箭，不由本宫喜新鲜，站立宫门叫小帆。也有的流派唱是扭回头来叫小帆啊，但最后叫小帆三个字是八度的唱腔，是最高的。咱俩人合作，您唱前边，你把叫小帆甩给我，你看我要多高有多高。我您嗓子是挺好，我知道啊，嗯、但是您这说法有点过于拖大了。哎，这个点儿的人这么些人都没走，咱们得对得起大伙。当然了，合作十年了，师兄弟，你能害我吗？你能弄得齁高齁高吗？我能吗？您说，还是大伙儿了解我，因为这损，嗯、真的，您说的，你闲着也闲着呗，是吧？好吧，好吧，哎，嗯、我可，您可往上翻啊，那错不了，我上头了啊，嗯。也别太高，您放心，有您这句话肯定。听着啊，一见公主到令箭，不由着本宫喜新鲜，站立宫阿门，真好，凭我干嘛？哎，真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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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接这个，再来，再来。我觉得你唱低了啊。低了，唱着不舒服。您先把这接上去。来啊，听着啊，嗯、给您唱最后一句啊。站立宫阿门，把大清唱叫小法。哎，没听说过，别跺脚了，没啊，行了，有吧？累是真累，真累。往下甩腔啊？对呀、啊，往上翻。我说的是八度，我说低八度，没听说过。京剧早先没这个戏啊，这个戏是从河北梆子移植来的。哦，那儿梆子的叫小帆响彻云霄。哦，学一回梆子。哎，您唱成这个，梆子是这么唱的。嗯，一见公主到灵间，不由本宫喜新鲜，站立宫门叫小帆。好。